大家好，我是二哥，今天搞一个甲鱼吃。来来来，来，几个脚鱼。你呀，这个也没看见，是吧？连人没几个。是我们的菜给我们吃的，主要那个捡个炸鱼呗。他过下雨，下雨还爬那么来了。这鱼好大种啊！应该进味了吧？应该到位。那么那就味了吧，他们吃累了，他俩。发现照片，那两个不行啊。还有鸡肉。看完不要走，视频每天都会有。